饥饿游戏将连续推出两集特别企划，五位主持人各自推荐喜欢的台中景点，带着来宾一同出游。其中有一关，众人来到模型工厂，赛皇如一看到蝙蝠侠的模型就目不转睛，还直接自掏腰包买下来。有趣的是，当赛皇如提着蝙蝠侠模型上车，在一旁的王仁甫随即起哄表示，那拿到这个礼物的男生应该很开心啊，暗指该模型是赛皇如要送给好朋友阿普的礼物。孙协志则表示，这种时候要用钓鱼式问法，原来他也喜欢，不断起哄让赛皇如害羞大喊，真的很讨厌你们这群臭男生。